爸，你今天没有好好吃饭，是不是没胃口啊？天气太热了呀。爸爸，那我叫妈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呀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呀。妈妈。哎，来接我啊？对呀。嗯。你干嘛去啦？舅婆说辣椒种多了，让我去拿，你来吃，我就去拿。好吧，我来吧，那我们去吧。妈妈。哎。爸爸早睡过，吃饭没有胃口。他没胃口啊？嗯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把他想想办法呗。我给他想想办法呀。好的。好嘞，峰哥。嗯。你是生了个小棉袄啊？对啊，你也不看看谁生的，我的小棉袄又来了，妹妹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棉袄。妹妹。哎呀。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都是你小棉袄，快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吧。呀吼！奶奶，你看你妈妈吃醋了。嗯。怎么办呢？你自己老婆自己哄呗，还要教啊？你这家伙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哎。辣椒。好，辣椒啊。清洗一下，过下水就好，给它头去一下。还有小米辣。把辣椒切细，再给它剁碎。红的也切一点，给它切碎一点，再拿来剁。两把刀剁快一点。放个备用。爸，看看你妈妈做什么。哇，都是辣椒。啊，都是辣椒，妈妈不会给我们做黑暗料理吧？哇，那可拿捏不准啊，妈妈刚刚已经吃醋了。你们俩嘀嘀咕咕啥呢？神神叨叨的。没有没有没有嘀咕啥，来来我们去玩吧，走了。配料放里面。还是大蒜切蒜泥，把它剁碎。好了，放碗里备用。锅热了下油，油热了下入大料，下入香葱、香菜、大蒜香，小火慢炸。炸到金黄，可以捞出来了。把辣椒倒进去，给它搅拌一下，炒干水分就可以了。下入盐，放入蒜泥，下入十三香，加入味精，下入白芝麻，搅拌一下。好了，出锅。面好了，给它捞起来，来一勺剁椒酱，放入香菜，来搅拌一下。峰哥，吃饭了？吃拌面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没胃口吗？这勺浇面保证你吃两大碗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的无所谓。哇，好开胃啊。